睫毛掉可以许愿望吗？有吗？有这种题？有。下一场提问，为什么列队？友情充满友情。对，我在充满友情与爱。那拜托一定要搭互相牺牲，还要搭大偶小偶。厉害，情义相挺。我的角色变成他演，他的角色变成我演。是啊，春苗在你旁边吗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现在什么意思？就是模拟你可能是小海阔概念。对，神奇点。好不对啊，那个鸟。什么？躲来，跟陈躲来动作对。钟大宇，等你来拔葱。我们就是要配合钟。我许配音呢。入围者，还有啥？阿贝啊，就拍 A 呢，无我都记啊，阿爸。好啊。再一个。我保留了。我把它摆放抽走。啊，你少年啊，袂晓甲阿贝有误解哦。被冲低了，我变数啦，没绑我，绑紧紧啊！你干嘛跟在我那里呀？还给我啦！还给我们家老大啦！还给我们啦！拜托，还给我们啦！你看，他们都是地方组盖的。之前看每一个人，他们对戏都很忍。你还有那么多地方可以盖处理厂？我找到一个好方式来跟他们对战，就是笑着演。对，刚好适合我这只笑面虎。事实上，我是真的想笑。他们三个的配合跟动作实在是。真的吗？你这样就是激起我的斗志，待会儿看一下，绝对不 NG， 绝对不笑场。他要挑战不笑场 NG， 不笑场 NG， 再试试看看吧。听说还没有人成功过，对不对？目前好像还没有。你妹被我们搞疯，对。新挑战者。欢迎钟丽缇，还给我们好吗？上起来啦！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对，每次来，每次都没人买单，对，都没人买单。把头抬起来，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点个预饭团，还给我当马戏团呢？啊，来人，好。大雨突然凶起来，好不习惯。好险，这是梦。小布也丢。我不知道我要从后面，所以我从你前面硬塞。等会被大雨骂，哈哈哈。被骂活该，对不对？对。
哎，导演，原本这边准备都是食物，然后叫我站在这边，那现在我了。最厉害的是哇，刚刚那一下其实还有撞到头，所以大卫姐刚刚脖子都肿起来，应该是有折到。敬业，对，我快吓死了，我都要哭了。你婆婆靠你怎么？对，我是很怕痛的人，就是我看到别人好像很痛，我个人会觉得好像我也觉得很痛。今天呢，我们进到安息的这个梦境里面，对我饰演的，我应该不用多说，看我的发型就知道，我是一个麦当劳的外送员。这位大姐，你是哪一所高中的？我去访问她。你们已经……哎，请问你是哪一间高中的？你哪间高中？你哪间高中？我是哪间高中的？海山啊。你是北二高，谁高？北二高。原来北二高的女同学都这么的早熟啊！我躲在你家了。对，那个鞋又特别高，你整个都整个来。来，一加一等于四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很急。你刚那句话，你是在对我讲吗？对不起，这位人是念夜间部。OK。慢走，然后雅恩的 OS。啊！捏他一把。好弱、喔。我要那个，这个要撞掉了。要用。无动如山。好弱、喔。四言天机又在装认真，我的饭团啦！啊！出手快点！他整个吓到哎！啊！痛！喂！哎！啊！啊！喂！啊！啊！要高一点。自己丢书包，然后自己用头把它套住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当然帅了嘛，对不对？帅的。